昨天星系也有预告出来，是戴假发，但好像认不太出来。星系就那个吃屎虫。哦，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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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，是我们也道歉道歉。喂，我说王静，你是累人吗？王静是三日出席精品时尚活动，一出场就觉得自己今天超可爱，但现场媒体都原地吓到耶。介绍他今天身上的穿搭。我觉得我今天超级可爱的，就是因为我很喜欢我身上的这个刺绣的花纹，然后还有上半身是黑色的蕾丝，我觉得它就是结合可爱跟个性为一体的一件洋装。昨天星系也有预告出来，是戴假发，但好像认不太出来。星系。那个此时此刻哦，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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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，此时此刻超好看的，是我演的，是我演的，都觉得此时这个超好看的 ，Oh my god！ 你说对不起，你的问题是什么？对啊，好像比较少用长发的样子跟大家见面，然后在此时此刻里面，小莲导演，因为我的第一部片就是他拍的，然后《痴情男子汉》的时候就是长发，然后他可能很怀念16、17岁的我吧。满足一下个人的私欲好了。除了王静之外，林柏宏今天也帅气出席开幕活动，同样有饰演星系此时此刻的他，被问到预告片里跟露露在泳池接吻感觉如何，他则现场害羞了起来。跟露露接吻的戏，那时候当下感觉如何？我看到那个新闻说他情不自禁。 对，你有情不自禁吗？我觉得就是礼尚往来。他的嘴巴好亲吗？哦，我觉得他就是一个非常温暖的人了，由外而内，对对。合作过那么多女明星，你觉得他排第几名？其实昨天预告里面我亲了很不止一个女生呢。对，大家可以回去看一下，有一些那个片段有点短，不确定大家有没有看清楚。我自己数完以后有点吓到。有前三吗？对对对，肯定有。谢谢谢谢谢谢。Oh my god！ 听柏宏说完，看来这又是一部让人期待的精彩好戏啦。